本王去义绝，杜大人不必再劝。哎呦，殿下，这加尔木地处要冲，素多纷争，加上当地民风彪悍，殿下若是去了有什么闪失，那臣可是担待不起呀。哼，与其装作担心本王，还不如担心接下来如何接受御史台府的调查。哼，若依杜大人所言，加尔木之行有危险，那你为何让龙傲衣和李清流前去啊？什么？ 本官只是派李清流去啊，并没有龙傲衣什么事儿啊。据本王所知，他们要一同前往加尔默。哎呀，殿下，殿下是殿下，平民是平民，殿下怎能拿自己跟平民做比较呢？啊，况且您还得先看看德妃娘娘给您的这封密信，再做决定啊。 叫我即刻回去。哼，龙傲衣也搅和进来，那就是一石二鸟的大好事了。儿臣不明白，杜长风贪赃枉法，我为什么不能查？你现在连我的话也不听了吗？儿臣不敢，只是……昭王殿下回来了。舅舅，嗯。 我现在令你回自己府中好好思过，想明白了再出来。我跟你舅舅有话要说。是。